呀，等我一下哦，接个电话。警察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在家。头一次直播接警方电话，突喊卡，喊妈妈先用痛苦画面铺。哦，最后一次了，那时间差不多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想说播完就差不多。时光族 Toys 因涉及贩卖二级毒品，最快这个月要入监服刑。他似乎已经剃好光头，13号挂病号，和粉丝做最后的互动。你为什么？哦，快渴死了，真的。哦，请问一下，我这个流感，我可不可以那个延后这个执行啊？帽子能不能拿下来？不行啊。嗯，我这个戴帽子这么帅气，都不运动吗？不是，是里面那个环境，有时候不是你想运动就可以运动的。你以为里面是健身房还是怎么样吗？靠呀！等我一下哦，接个电话。警察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在家。来，看一直有电话来，烦死了。在社房里面可以健身？不是啦，在社房里面就算你想健身，也要顾一下人家的感受嘛。而且那时候这么慌张，那还哪有差那个身材啊？当然这一次可能进去会健身一下，出来当监狱拳王了。然后进去了，为什么你的状态很好？那叫强颜欢笑，老哥。我在哭的时候你没看到而已，而且你就没看到我的眼睛超肿。因为即将入狱，Toys之前把握时间带家人和女友旅游，好友破出他和妈妈紧紧相拥的照片，写说看着他抱着妈妈，妈妈放声哭，站在旁边也跟着默默掉泪，椅子真的很爱妈妈，你真的变得更好了，真的要相信自己。眼睛好肿，我不知道耶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过敏还是昨天哭到这么肿。会不会跟连千一关同房？不可能啊，连千一好像在高雄不是吗？要不要真狱友？我有狱友啊，最近小玉应该会跟我差不多时间执行吧。小玉还没关，小玉才不好意思，我的喉咙真的受不了。Toys 小刘会客室要不要约小玉？他肯定是不会理我的啦，他比较惨的，他也要赔钱，我至少不用赔钱，因为我没有犯罪所得。椅子，如果不用被关，但不能有小七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猫咪怎么办？我妈雇啊，女人雇啊。如果关十年，你还会选择小七吗？如果关十年的话，我相信他是会理解我，放弃他的。希望你在。